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瑞。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24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的四强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丁磊老师做客演播室。丁老师好。瑞姐好，球迷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是三星杯的四强战的第一天，那么就是昨天呢，我们是丁浩九段战胜了韩国的申真旭九段后呢，我们中国队已经是包揽了四强。对，这个应该是让大家非常振奋的一个好消息啊！确实，包揽四强呢，也就意味着这届的三星杯冠军肯定是收入囊中了。对，中国队的。那么在这个三星杯的历史上，这是第二次咱们包揽四强了。应该说是一次大捷，是吧？对。那么接下来的大家都关注的焦点就是这四位中国棋手谁会成为本届三星杯的冠军了。那么就是我们的内战了啊。那么相对来说，我们会轻松一点去欣赏这个对局啊。是，那么今天呢，他们是分两天下四强。今天呢，先进行的是丁浩对阵金宇澄。也很巧啊，这不仅是中国队的内战，队友，也是他们这个叫龙源名城杭州队的内战。对，他们两位呢是围甲队的队友，应该说他们应该是很熟悉了。对，平时都是一块训练一块比赛的。对，那么丁浩肯定是要比这个金宇澄要大一些，是吧？算是这个哥哥。对，那么金宇澄呢，应该说这两年上升势头非常的猛。对，成绩确实非常好，特别是在围甲的成绩。确实非常出色。对，有好像我印象中是有一个19连胜。对，非常惊人的一个19连胜，非常惊人的一个成绩。对，就是在大家好像对他还不熟悉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子就爆发了。对啊，那么这次呢，对金宇澄来说也是首次打到国际大赛的四强。对，他每赢一盘都是个突破，都是个记录。对，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呀？我印象中好像没有淘汰赛，他预选赛应该是参加过吧？就是淘汰赛有没有通过预选？因为今年三星杯是有这个预选赛这个打出来的。看起来好像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反正我印象中他在进16强就好像是个突破，就是个突破，然后每赢一盘都是突破。对，是的。那么丁浩呢是上届三星杯的冠军，卫冕冠军，卫冕冠军，所以这盘棋还是很有看点的啊。好，那我们先进入今天棋局。金宇澄的黑棋。对。金宇澄前两盘棋好像也都是一个逆转，他 是逆转取胜的。上一轮是赢了石野虎丸，先是后来赢了安正己吧，是。是不是有一个谢炫准呢？上一轮是赢的中国棋手那个，许家扬。许家扬对，上一轮逆转许家扬，之前是赢的他第一轮是赢了韩国棋手谢炫准，第二轮是日本棋手。枝野虎丸是党一飞印的安正己。对，上一轮呢是赢了这个许家扬。对，他那个前两盘都是逆转，是跟谢炫准那盘也是逆转。对，就可见他这个后半盘的这个很厉害，很顽强，好像很能搅。金宇澄呢，今年20岁啊，这个是现在的一个04年的，应该04年当中是比较。突出的。04年还有王星浩，还有王星浩啊，双子星现在基本上。对，王星浩成绩也好，因为进了决赛了已经。是。那应该王星浩还是成绩总来说更好一点。那目前来看是。那如果金宇澄这盘棋赢了，他直接也进决赛了，就都也不好说呀。开局这个。白棋走的也很坚实，很坚实是吧？感觉上丁浩对金宇澄，因为双方都太了解了嘛，一个队的队友，可能丁浩可能应该知道金宇澄比较善战，丁浩相对来说要全面一些啊，对局面的掌控力，大家都从上一轮对小申也看出来，下得很出色。昨天也就是昨天进行那盘棋吧，这盘八强战赢申真旭，感觉这盘棋没有什么，他就没有明显的失误。对，从一开始胜率就占据上风，而且局部的计算，包括后面处理的都就很好。后来就是在这个角上一下出棋了啊，对啊，就是感觉都拿捏的，让小申没脾气。对，就是发挥的很完美，对，状态很好。对，然后他这个棋好像也是。稳扎稳打啊！对，
上一轮我们是八强是7-1，是吧？我们是7-1，现在就是四位中方棋手。嗯，顶完了班。嗯，这个开局我估计又是队友，这个相互之间的套路啊、风格呀，太熟悉了。嗯，加，这个就很扎实的一个，对，都是好像都是然后飞主正常的进行，嗯，一人一步大长，对，白棋很稳健，黑棋就看这个模样将来怎么发挥，对，现在黑棋先拖一个，拖一个是硬手，嗯，看看你怎么走，哦，如果说他搬呢？搬我估计他有可能暂时也脱先，要下的话呢肯定是连搬，以后再下就是连搬，对，以后再下连搬，这局部也是一个定式嘛，是打了也有打这个，打完是要虎二路的，虎这个，然后就冲，这个是搬这个是吧，是搬的，好像是搬这个吧，对，是搬，然后长，然后粘这个，对，粘上，然后黑的长这个，然后退，然后飞这个，对，这也是这个姿势，这样，这个黑的弃子，黑的这个图也是两分的，对，就是打这个打这个都有，打这个的话就黑张有一靠。这个棋就是打的时候打这个是吧，对，然后黑的这手靠这个，啊不，先靠这个，先靠哪个，先靠这个，靠完靠这个，先靠的哪个，这棋先靠的这个好像是你看，他是反正是利用这个这边的先手，先靠了这个，再靠这个，再靠这个，然后这样的话不是利用力，力是立不到，力虎这个。不，我说利用这个打吃，对，就打吃，然后再打完长出来，这样，然后白棋吃，黑的就弃子，然后爬完再顶两下。这个图也是个定式，这样把这俩子弃了。对，这样也是一个。两分，这也是两分的变化。长形就是连扳的话，两个打都有。对，其实我觉得黑的就是拖一个先试试吧，他也不见得现在一定要走，因为现在的话他有可能会落后手。白棋还有一种下法就是打了挡住，这样的黑的打拔，白棋拖先也是定式。我这期不要冲下来，冲这个子被打拔完之后还有个冲，对，放在这儿，然后黑的打拔，这个白的就拖先了，这也是个定式。但这样的话黑棋就是捞了一个角，就花一手棋捞个角嘛，但这样外面大场会被白棋先走。嗯，我的感觉是如果搬他也是先看看，先拖先，因为除了这个搬，实战白棋挡这个也是一种下法。他先是看看到底怎么白棋是怎么抉择的，他也是先问试探一下。对，实战的白棋是挡在这儿，对，他其实就是先试一下，然后他还是觉得这个特别大，因为这个显然是一个连片的一个要点。对，连片之后呢，不光是这边配合挺好，这边也形成了两翼张开啊，就非常立体的一个格局。自己的子弟搭配是很不错的。白棋上面打了立，打完立也是很大的一手棋。对，现在最基本的一个下法，打完一定要立，这个棋不能不立啊，不立被扳就难受了。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棋就看成打完立是一个连贯的，把它看成一手棋就行了。说打完不立，是不是就还不如不打，还不如不走？对，打完不立打吃是俗手。对，因为这样的话扳不住了，扳被断了。本来不打这下你扳我就扳住，咱们就下另外的定式了。打完这下反而没棋下。所以打完这两个是一个连贯的思路。对，一定要立啊，这打完是一定要立的。然后黑棋现在来活这个角，这比较实惠。其实这个也特别大，这个飞，继续扩张右边。有点天王山的感觉嘛，因为白棋也贴起来，白棋也在长，所以这手棋呢也是很多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要点，也是非常大的一手。
如果黑棋飞这边，白棋是不是会补角了？白的肯定不能再硬了，白棋是补角还走外面，那看白棋的选择，有可能逼这个看着也很大。对，这也是个好点。对，这个也非常大。这个很诱人。或者说牢牢吃一手。角上要吃是怎么吃呢？班肯定是吃掉了啊，对，班肯定吃掉了，但是不是还想再追求一下效率啊？力追求效率味道不太好吧？力如果以后这搬了虎，感觉薄一些，那就大概还是搬，还是搬着吃，对，味道干净点。嗯、其实大也没大多少，还是这个、味道要好一些，嗯。但这个也很大，它实战下来比较实惠，搬粘就活了，嗯。这个局部其实像这样黑棋还是可以的，毕竟是白棋四打一下出来的嘛。对，白棋四打一，黑的一走就活了，还可以。嗯，这个棋形肯定大家也是他们都摆过，都了解过，胜率上也差不多。像这样局部也两分。对，其实黑棋现在活的这个角也不小。嗯，挺好的。你这个将来粘了他补一个。局部来看，就是说四打一能活已经挺开心的，挺开心的。嗯，当然白棋也能抢到这个大手，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手。嗯，啊，实战黑棋还跳这个也是好点，那就不知道这两个怎么选。这个跳和上面飞。嗯，这个。也好大的感觉，嗯，但他可能觉得这样，这个打入用白的这边厚嘛，嗯，打入这个子可能不见得还要跑了，就，对，嗯，他跳这个自己这方确实配置也非常好，也很好，这两个好点，这样的棋形就是基本上就属于非常好的那种两翼张开，是，嗯，很有立体感的形状啊，是。所以上下可以看作剑合是吧？对，这两个基本很难走到两处。白棋现在这个当然也是非常大。嗯，你既然下面跳，那么上面肯定是轮到白棋先走了，先动手。对，差不多。嗯，感觉布局双方还是比较稳扎稳打，就搬了退。贴。嗯。搬，这个还是如果退显得稍微有点软啊，这期还是有点想搬的，因为将来这有断嘛，是搬的话长一个先手，所以基本上还是想搬的。对，断一个，就跳，跳，对，这是本手。对，这个棋形还是比较正常。这时候白棋。这个靠开始寻求一些调子腾挪的感觉啊，这个就比较复杂一些。对，现在肯定是局面的焦点是在右边这个模样上面，白棋这个子不能，那就可以死，可以死，但不能被他大吃，对对 对, 对吧，不能被他大吃，就是看看怎么样构思一下这里的战斗。对，直接长出来他可能会觉得有些重吧，或者有些这样的话会稍微被动一点，因为长这个先手就有断，必须得补一手。补一手的话如果就这么长出来，感觉棋会显得有点笨重。对，被黑棋一跳，白棋有点稍微有点累是吧，就是不见得会死，但是就觉得有点重。方向上来说有点辛苦，因为你长完不太好气嘛。嗯。所以他实战是比较轻灵的，就一种腾挪的一种感觉，因为也不见得以后长这个，也有可能长这个，之类的，也是适应手，先看你走什么，看看这边的这个发展，这个子再决定是要还是不要，是吧？对，因为黑棋现在也面临选择，这个靠到底是搬哪边，长应该不太考虑，会显得有点软。嗯，一般来说这棋形就是两个搬里边选一个，看方向的选择啊。对，就是对手这么一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选择这个事情啊？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得看计算，得算，就你搬哪个，对方应该都是反搬。嗯，你搬这个，我搬这个，搬黑搬这个，白就搬这个。对，他一定是借力打力，一定是反搬。嗯，除了两搬就是两长，是吧？两长这个局面显得有点软啊，因为怎么说，黑的这地方如果
退让的话，感觉稍微缓一点，这样气势上比较弱。如果说现在黑棋就退，我再尝，靠到会好很多。如果说还像刚才那么下的话，白的就跳过了，他这个靠到明显借上劲儿了，便宜了，调子会舒服很多。是，那同样他如果说往这边尝，往这边尝我就不尝了，这就不大了。白的可能就直接跳。这边，这把这个看清了，这压到一下，这地方你再吃的价值也，缩小很多。哦，这个这两招可以看作压缩它，对，已经压缩完，这地方还有跳嘛，这个压便肯定是便宜了，所以两个长应该都不太会考虑。你要先排除掉，那要想搬就怎么搬，搬哪边？搬哪边的问题？如果搬这边，搬这边他肯定是搬这边，对。要计算一下什么这种黑棋能不能打了贴呀、什么之类的，打肯定是感觉有点过分，比如说看能不能打这个打，对，但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无论怎么打怎么走好像白的它是一种借劲儿嘛，对，就好像感觉黑棋白的感觉灵活一点，黑棋这个用强不是那么合适是吧，就是你现在打它有可能它还有可能有这个刺什么的，比如说现在打这个，对，那方还是比较复杂的，打一个不知道白棋利不利。先这个打，因为直接争子是不利的。对，那我也有可能，比如说我现在刺走，先刺一下哈。我如果刺到的话是也没争死，但我有可能争完杵下来。啊，这么一这样子啊？有可能的，需要判断啊。白的不见得没有冲杵下来，感觉丁老师的意思说，如果粘，我就来这个活争。我有这么一想啊，我没有完全的判断清楚，这个打你会打劫吗？应该不会吧。我经此有利，我是不是就先粘住？对，就有这种可能。甚至于我刚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觉得靠一靠也有现实。活争完粘上，真的也可能。真的吗？粘上来冲下来把那三个吃了。这个。也是有可能，是吗？就是从这一路冲过来，然后到这儿这样打打完冲，我这得好好想想判断，然后黑的吃黑的就吃一个、转化嘛，就是也是有，不是说断然不行，或者说我打完再靠，对吗？或者打完拖，这地方啊，白棋可能就灵活一点，对，打完靠好像也还行，感觉白棋还是能找到办法的，对，打完靠也还行，对。所以这里可能黑棋要动脑子的地方比较多，这一靠上去，这个靠确实感觉挺好的，一个找到了下棋的一个调子，对。所以实战呢，黑棋是选择的搬在这一侧，那白棋再搬下来，这两位棋手也是第一次在比赛当中对局。哦，对，他们因为是队友下，围甲没有机会，对，平时是杯赛也没有交过手，围甲也没有机会，所以这第一次在比赛中对上，那也很有意思，就是没有在正式比赛上下过，但是又特别的熟悉，对，特别熟悉，就没有正式交手过。这班的时候，现在这个啊，黑棋单长，这个时候单长白棋。有没有心情脱线？主要脱线这地方下成什么得算算，这得他有没有把握？因为这地方签个断啊，就这个断还是挺大的。这个断你只能吃在这儿。这打完能把黑的怎么样呢？好像有点也也不知道一时半会儿怎么去吃黑棋，吃不掉吧？所以白棋比较冷静，他看成一种交换，长就跳。对，他也对。这个比较积极，这边还是交给你来选择。这个比虎看起来更加追求效率。对，如果将来如果能在这地方再来一个，再跳一个，这样围到五路上，比虎一个围的就大，这个效率好高啊。对，他确实也防住了，你再断人家从这个对三路打拐打就可以了。对，所以这跳是比虎效率高。对，然后黑棋就粘上了，黑棋还是稳的。还是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是吧？是，其实第一个是吃这个，就是还是吃的打嘛。但是这个刚好被蒸死了。会蒸吗？不太会蒸、啊。不蒸啊。蒸死，不太怕的样子。
就是首先你这个现在能不能打到，我不知道，因为我这有劫财啊。嗯，有没有可能打劫啊？是有可能的。确实真有可能打。那不知道白的找什么劫，这个角肯定是不要的。就黑棋这几枚劫财还是挺大的啊，这肯定是劫，这不能被吃。所以黑的都是绝对劫财，白棋的劫财有可能打不上来，我感觉。白棋的劫财吃角肯定不要，这边都不要的。嗯，这个消完之后再围一个，快一百目了。还真是不见得敢打。对，那不敢打，如果你真死，黑的就把这个打死，这个你也不能尝我冲。嗯，你只能提，我只能提，我也提。这个白的不好吧？哦，这个花离、这个太近了，是吧？对，而且接下来也打不到，拔完也是块孤棋。哦，这个白的应该不行的。啊，就打的时候还不能看着他眼睛，就有争子，却不能去争。那我只能立了。对，我感觉只能立，这个感觉真子有利不能去争。哦，应该只能立，我感觉。那比如立黑的大概是粘上吧。嗯，挡住是不是味道不太好？挡住，反正白棋就腾挪了。就说我如果说现在挡的话，那我就可以上面打了打两下再争。啊，那比刚才要好多了。就好多了。那你挡这也有点感觉。比如说我还是这个，这粘不上了，因为这拐打完打我长就真死了。嗯，好像还是得粘吧。粘这个，嗯，粘的话，白的打这个再打被封住，再打一下。这个图怎么样？这个图是不是感觉黑棋这效率还行？搞不清，不知道怎么判断。然后再挡完飞嘛，就挡一下再飞过来。嗯，再继续。就转换白棋活肯定是活，怎么往外走、就这个图都需要判断。我感觉这个图应该也差不多。都能这样的话呢，黑棋这边成功了，然后这边其实也没破下来，还没破下来。对，多少能围一点，就是单也不会很大。比如说你跳完往上走走就围一围，嗯，大家就这样。反正就得判断这个空怎么样，满不满意。第一感怎么样？感觉差不多，我感觉应该也是两分吧，能接受是吧？第一档我觉得能接受，我感觉能接受，就是他粘这个白的就简单的，比如说一拆一，实战就是也不好攻啊，这个棋实战就是拆一的，嗯，实战这么一拆一，黑棋是不是还是我觉得有点是想蓄力？还是想这个、蓄完力，然后呢？晒再发力，没第二发呀！这次这第一眼见就这块孤棋，其实你发力只能对着他发。对对对。那我感觉白棋这个棋形很有弹性，就是白棋一跳，其实已经不太好攻了，是吧？基本上就还是容易处理的。嗯，就这个方向来说，黑的如果这地方攻击没有太大的一个效果，这个其实这地方。很尴尬，主要这边还有一个二路跳，对，这边一跳等于说你这地方子儿走的越多效率越低，嗯，很重复，这让人被跳进来，就这一串白的这几手棋收获很大呀，嗯，这几手棋无论如何这时空是确实收获巨大，但黑的无论是中间搬了长的棋子还有这地方搬了粘，从时空上来说白的如果在这能活一块，这些不说是单关吧，它作用也非常小，嗯，所以这么下容易产生一个结，就是感觉就是时控不太够，嗯，但是想发力有点不好攻，对，就是这个粘可能他其实当时也是很纠结的，没有找到好的发力的，这发力就是能打的打，但我感觉白棋这步靠下的好，对，黑的有点为难，总的来说还是白棋现在感觉比较顺啊，这个棋局的发展感觉这从子效上的判断来说，然后再一场棋形都很好，这怎么攻呢？不感觉很难攻，这种属于比较有弹性的形状啊，这里黑棋就采用这个挖，挖的话那白棋肯定是对，这个不能贪吃，别中计了、这个大家看一下，黑的只直接先断这个就行、对，就坏了，对，这坏了是双打吃啊，嗯，那这只能忍住，对，这是黑棋的权利，然后黑棋再把这个子爆吃，好稳呐、因为他也不得不吃是吧，
有点不想吃，但是不想吃也不知道怎么攻，飞这个吗？也容易攻的比较落空，其实。反正这边吃还是始终是欠着，欠着肯定欠。这个感觉上像是本手，但是走这个整体的感觉好像战略有点失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粘是吧？对这边围控的效率并不高，又吃还是在这里围控。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先撑一下呢？就是如果撑先来攻击能交换一下再吃会不会好？但是他可能是觉得交换不到了。交换不到是什么意思？怕人家直接走出来？我也不知道呀，我走出来能不能长？不知道啊，长我比如说我贴了冲断呢。这个再冲。得想想他这个我感觉黑豆是不怕的，或者白棋说是拐这个，大概就是不知道拐一个再打能不能行啊，对方确实得好好算一算。但是这地方我被搬了连扳，我感觉拐一个好，很难受。拐一个有点厉害，拐一个是啊，他就是觉得有点难受嘛。对，拐一个真是难受。跟你拼了，有没有可能断这个？可能也没什么把握吧，黑棋应该也没什么太好的把握。你断它是不是也可以先这么？对，感觉这边搬了连搬。白棋总是灵活一点。对，吃应该没什么问题，是个本手。但是我是觉得整体来看的话。下成这样攻击不能说成功吧，这攻到啥了？这牌棋棋形非常舒展啊。这个就白棋不光是舒展，白棋在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压缩黑棋下方的潜力，现在只能说白棋把边控破了，下方也进行了压缩，上边还长了不少木。你这个虽然厚，但是从木数的收获来说屈指可数。所以感觉会不会这么下去有点难下呢？这个实地不是很够啊。冲是什么意思啊？就不然有跨断啊，冲完了跳一个就围控，因为这期不走有一跨啊。不冲一下被跨啊，好像已经坏了，那必须得冲一下啊！他又单跳一跨，对，这跨断拦不住了，已经太难受了，局部已经坏了。你如果说虎这个，首先木数是亏，人家还可以往下冲，对，所以这个冲是必然的，必须要冲一下，是棋形的要点。冲完跳，那这种地方冲了一下，应该对白棋也没有什么后续的攻击可言了。赶紧去走这个，这地方再被围一手就没法下了，空完全不够。但感觉上这棋下成这样，好像是丁浩的调子啊。金宇澄的棋还是比较偏攻杀的，就是看他前几盘棋下的都非常的激烈，从头到尾扭战斗到尾，这盘棋好像有点不知该如何发力。会不会这个金宇澄因为说经常逆转啊，后半盘比较强，他也想把战线慢慢的拉长一些。对，也有可能会不会是他的一个策略。他前几盘确实战斗的非常的激烈，但是一开始战斗的都是亏的嘛。后面逆转的。但这个棋，但有很有可能后面想去战斗，发现没有什么空间操作了。这个棋白棋把这块一处理好，从格局上来看，可战斗的地方真不多。白的也足够厚呀，对，白棋可能全盘现在这块棋相对来说最薄，但是想要强攻也很难。这个基本上已经算是一种活棋，因为这个冲了挡的先手太有弹性了，这个眼位看上去就很丰富，是，只要头还在外面，对，绝不是一个受攻的棋形，那就没有白棋也没有什么薄棋了，他就是拼官子了。但拼官子的感觉，这串会不会显得效率确实低了点？对，将来加了一跳，大本营快将近二十手棋了，这子很多，围了大概十几目。这个将来被跳进来有点痛，心里有点痛，就感觉子效不高了。
棋跳出来。嗯嗯，对啊，黑棋还是要想想办法，我感觉还是要想想办法。这方收时控，感觉上是先防一个。对，就这个格局呢，就是白棋感觉是比较容易掌控的，也是丁浩的风格。嗯，丁浩很喜欢这样的棋，我感觉。从昨天看出来，丁浩后半盘其实他状态也很好，非常好。昨天和这个小生感觉是能说是完胜吗？接近完胜。一直感觉吃完这个是一直都不错嘛。嗯。但是小生其实中盘追回来了。把棋从胜率上看追到了半目胜负、嗯、但是后面走几步棋还没走好，瞬间出事儿了。对、嗯、宗甫一下子这个出题了，丁浩就非常敏锐啊，抓住了机会。 对，本来好像是细棋的局面，是嗯，这也看出来丁浩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对、嗯、就这种状态好的时候，这种像三金贝塔鱼它是这个一气呵成嘛，连续作战、嗯、这种状态好的时候是不是这种连续下对他来说是一个好事，有点像农心杯那个容易出连胜，就是因为状态下出来 了，一天一盘，嗯，正在气势上，是啊、这个，但这个比赛就属于大家都在气势上，确实，我也是连胜，对对吧？都是状态正好的时候，都是对自己很有信心的、嗯。杯赛是这样，当你越往前走，你肯定对自己的信心也是比较充足的。不过我觉得这个比赛到最后可能也比较考验体力。嗯，肯定要考验体力。以前我记得很少有过吗？直接决赛都下完了。三星杯最近几年都是这样子啊，就是直接下、嗯、下完冠军下出来。对，这个也是压缩了赛程啊、嗯，压缩了赛程，节约成本嘛。嗯，嗯可以，对，对大家都方便。是我们棋迷看的也比较过瘾哈，一下就看到了最后的这个大结局啊、嗯。对，这样挺好，挺好的，嗯。好，白金蛋的尖顶，考完了段，嗯、是整形嘛？对，嗯，整形的一种方式。白棋就下的很简单。就插外一吃，这是最简明的一种下法。嗯，也没什么不满，就这么平推下去啊，我感觉可战斗的地方真越来越少。对，只能收官了。除了这块棋，没有太大的变数。打吃针，搬。这步棋本身实地也挺大，然后主要是威胁白棋的眼位。嗯，对，这搬还是要点啊，跟白棋补一个目数也是便宜的。嗯，白的比较积极，白棋先点、哦，这个很积极啊。对，刚才我们正说黑棋可能苦于没有，嗯，没有什么这个头绪，那白棋先来刺探一下，刺探一下军情，看看什么你怎么应。如果说黑棋粘住呢，第一杆是粘上了，嗯。如果他粘，他就尖一尖，是不是要靠一靠，靠一靠好一点哦。就是这一带白棋如果走的话，其实白棋就不走呀，不走，不好走。如果挡的话，打被一打，一打这地方不能走啊、哦嗯。这地方要走，肯定是将来外面有走了，就我虎你打我粘上没事那我走。嗯，如果打只能反打，那就还不如不走，不如不走。嗯，就别下。靠这个黑的有点难受，靠这个、嗯、这黑的这边动不了劲儿是吧，这种冲了冲没有什么意义，那他他是不是也得冲、啊、也得冲一下，搬我就挡住感觉就便宜了，那也没什么好下的，搬一个就粘上。嗯，这是走什么？粘、那个、如果顶背着冲两下，冲好像还能冲先手。对，粘这个。嗯，但反正白棋就是一种交换嘛，先手便宜。嗯嗯，好像这时控又被压缩的。对，只能飞过。如果搬的话，这跳有先手。对，飞过时控亏了呀。嗯，所以他不太肯粘，可能他觉得粘确实。白的就是靠一靠，哪怕尖一尖呀，好像总是便宜的。所以黑棋还是不想这么老是跟着硬，是吧？想反击。实战它是压在上面。
也看看你这局部，其实一冲断黑的就被吃了。就是你如果现在白棋直接冲断的话，就你不要逼我，你逼我可能，哪怕我长一个，对，走的再后一点，就这个时控不管了。对，是完全没有失控的可能，直接就来，这要杀棋了吧？对，就是要杀，咱就已经不是攻你了，他要准备要吃你决胜负，嗯，就吃。白的也有风险啊，这么下，嗯。白的也没必要是吧、嗯、我们前面说白棋其实形势还不错，他没有必要搞的这个对命悬一线再去捞一票，对，有点不理智。哎，冷静，对，嗯，丁浩还是不太会这么冲动，对，嗯，非常理智的交换一手就把自己补后，嗯，这样以后欠着嘛，你补一个你就补一个嘛，嗯，你补一个点一个其实也不怎么损，嗯嗯，这个还是对明智的下法，很明智、嗯、这样还是保持着实地的优势，冲一下，嗯，也担心将来被靠你再冲他有可能站外面，嗯，因为这现在有走有个跳了不一样，冲一下白黑棋再脱先，脱先了，但是这里脱先、嗯、毕竟是欠了一手棋啊，对，他可能觉得冲断不大，冲断我就打了挡气了、嗯、不大。他刺。刺当然这个冲过来是也很大。啊，当然也很 大。刺也是适应手嘛。对。看看白棋怎么应。白棋怎么应。白棋很想搬着打，但是能搬到吗？搬我肯定不会挡啊。我肯定脱先呀，以后不还有冲吗？嗯。这下法挺多的，到底是搬好还是虎？嗯，病，还是说我先上面刺刺，还是下面刺刺？对，这都好像都有可能，对吧？不下，不下是因为实战感觉丁浩是看到了一个好棋，他这个棋啊，我不知道这个金晨有没有看见，他是不是以为冲完肯定是要断的？嗯，这样的话呢，黑棋就这么弃了，嗯、就还行，还能接受。嗯。这局部大概是像这样，嗯嗯，吃就吃吧，吃的话主要是我可能这地方打你一下，这我好像不知道踢哪个，踢下面他应该踢下面，先把木帮住、嗯、对啊，然后黑的就冲这个，他可能觉得这样这个也没那么大，嗯，对吧，就把它看成一个大关子，对，但实战丁浩的下法他是不是有点没注意啊，丁浩在这里是下了一个好棋，感觉上像好棋，冲完之后这个尖一小尖，哎，这小尖，这小尖呢也是 AI 的一选啊、嗯、这一尖黑棋有点，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敢粘出来我这就搬、嗯、搬完了一段断，这个作战黑的肯定是不行的，就这三个字感觉已经被吃掉了是吧，气好像完全杀不过呀，关键这边还有毛病啊，他叫怎么那只能补上面，补上面我就二路尖一个就行，我也没必要挡吧，挡你拖是不是，当然算一下，如果我气长我就可以，嗯，如果气不行我还可以走在这边，你这个这边我要子太多我这边还有可能还有冲，还有冲，对，感觉上黑的是不太行，对，挡住是吧，就你拖就搬是不是也，因为这边呢白棋也很厚、嗯、所以他就让你从这儿出来他好像也没事，也不黑的太勉强了，这个图看上去太勉强了，那你如果说打一下，那打完也不能粘，打完也好像也不能粘，我断，反正你粘我就断嘛，因为打了以后其实是把自己撞气了、嗯、对，这样更不行，嗯嗯，所以就只能长，那这个但是长啊，跟刚才他，我不知道这个刚才断黑的打下来是不是丁、嗯、金宇辰的那个预想图啊，跟这个图比时控还差挺大的，白棋下是这样尖，我接完之后再断，显然时控收获更大，对，白棋便宜了，比让黑棋直接打下来那黑的这地方少了好多步、嗯、这还不好收啊，黑棋将来要收就打飞吧，大飞好、嗯、哦，对，大飞好一些，你走之后我还能搬住，对对对，大飞好、嗯、大飞会好一点、嗯、大飞好，大飞好了，如果挡的话这个打了，对、嗯、那么我就吃嘛，
就算这样，黑的比刚才木已经小很多了，嗯，明显小了一圈，那就说，那这样的话，时控，那这个冲完了尖，这个能吃成这样，看上去这手棋就非常大了，对，可能比这个冲过来还要大，对，所以丁浩这地方下的很机敏啊，对。丁浩这局部又下出了这个好棋，这个定型，感觉白棋优势好像又扩大了，对，是吧？这还很简明，这样他冲过来之后呢，白的这二路搬一搬，其实也是减少了变数。嗯，这时候黑棋如果说还是按部就班这么冲，是不是时控可能？差距大概是在那个天幕的问题啊，有点吃紧了。嗯，天幕很费劲，盘面能稍好，感觉就算不错的。所以黑棋现在也对黑的还是这也要进攻了。对，这个可能是这盘棋争胜的一个关键，能不能哪怕不是吃白棋，但是通过搜刮、能够占点便宜。对。这白棋冲完了再冲好次序。白棋制孤的时候啊都是抠着木下。这个是咱们很多棋迷朋友下棋的时候可能要想到的一个思路。不要太盲目的一味的去逃跑。看看怎么活也能够。其实制孤有些时候也可以说是有攻击性的。对。制孤的攻击性可能就在于你对对方实地的破坏。啊往对方空里跑。或者说跑的时候。来捞一票，对、啊、这种棋就非常狠，最理想的，对、啊、不要总是下单关去逃跑，跑的时候带着木，跳再补，这种棋对职业棋手来说杀感觉 太难了是吧，太难了，这中府太空了，这个不太可能杀，而且本身黑白棋自己这里面就有眼位啊，一只眼基本上这里面总是有一只眼的，对吧？总是有一只眼的。这种棋形杀了也不太现实，这个任务太艰巨了啊！不杀呢，大概是一种贴木贴不出的一个感觉啊。对，因为黑的木太软了，黑的木显得不是那么多。感觉想活这块棋对丁浩来说不是太难，对。黑的现在是比较难下的这棋，但是对金宇澄来说这块没有什么好办法进攻的话，那就局势就很危急了、那也是不还是我看看是不是还得先冲过来 对啊对，先冲过来也得冷静啊，对对，这个还得着急一下，先冲一下，就等等看后面有没有机会嘛。丁浩继续，对，丁浩也着急一下，他觉得这个棋不用担心了，不用再补了，没道理的，不用补，对，肯定还是先这大呀，木数多大呀，黑棋继续攻击，丁浩也是很稳的，稳健，这种棋形对丁浩来说就是他完全不担心，这棋死活真看不出什么问题，就在这个空间里再折腾出一只眼来，对，而且他一定要在这地方折腾，因为这地方有价值。所以白棋棋为什么往外走呢？其实这种东西往外走，它本身就是有价值、有目的。这地方走几个，黑的这地方潜力就变小了，使得你这个冲过来价值就没那么大。对对对，他是要活到你的空里去。对、我肯定不能满足于里边什么苦活，白棋一定要活到外面。对，这是子孝的一个判断。这个是。瞄着挖断，对吧？嗯。啊，白棋还是把断点补住。嗯。补断点，同时好像也、这个将来这带也多少有点眼位啊。对。哎，这虎到这儿是不是这边黑棋也有一点什么？这可能有点借用吧。借用，对对对，什么的。将来如果这边有气紧的话。比如说我长一个、你如果挡住我有可能断是先手，对，你不走我就长下来，好像气有点长，对，如果你吃那外面比如说就利用黑棋的气啊，是有点关系，所以像他这种棋不仅是自己在一味的防守，其实还是
防守当中带着一点点进攻，就是在补断的方式当中可能看上去最生动一些，对，最积极，对，黑棋更带去点影响。哎，黑棋继续收官，嗯，哎呦，白棋是稳健了，正常它是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它实战是这个是求稳了，加补一手，这个真稳了，加补一手，这再补一手应该是很难再吃了吧？对，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本身倒也没多大，嗯，黑的局部是打完度过嘛，他还能吃回去，打完度过白棋一吃，吃回去，黑的官子肯定是先手，这样收是有收获的。嗯，但就是说这个局面，他判断给你收掉这个空，你是不足以，不够的黑的。嗯，所以这点便宜，好像黑的还不能去占，因为黑的要保留这种占啊、虎啊的先手。嗯，对吧？如果直接打完度过，就彻底简明定型，就开始收官。收官，局面还是比较艰难。差距可能不会是特别大，但是呢对职业棋手来说已经算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局面了。对，天目比如说现在大概盘面差不多呀，或者黑棋盘面好个一两目，那这个差距对职业棋手来说也不小了。是很难说两的顶尖棋手说谁收官能刮对手五目棋，对，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事情。所以黑的怎么办呢？这棋，黑棋现在主要是没有发力的点了，那就是只能慢慢收官了。一边虽然说这个目数差一点，好像也只能先收着，只能先收着。嗯，实战他是啊，围了一手，一边攻一边走在有价值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显然是双方都比较想定型的一个局部，可能中府这个定型也是胜负的关键了。对。如果说黑棋能够围的大一些，比较难，就感觉争取一下吧，只能对黑棋来说只能试一试，试试看。嗯，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围的大一点，白的还在往里钻，有点不好。就黑棋白棋的一边自己在破活，对，在白眼，另外同时在破这就是。刚才也说了，我们提到过，这是所谓的防守当中的带有的攻击性。嗯嗯，就逃跑的时候总是往黑棋的空里钻，这就钻得你很烦。对，就这种时候就感觉有种心痒痒的感觉，我杀不掉，我守我越守越小，怎么？因为这种东西很容易，你围的过程当中白棋就联络了。对，我围好像我就放弃进攻了。嗯，但我如果我想继续进攻。我可能实地付出的代价更大，我到时候杀不掉，那彻底更亏，所以这种时候就有点麻。嗯嗯，这就是好的桎梏，就是这样的，让对手进退两难了。尖顶，白棋长翠。一冲，这串呢肯定是黑棋的权利，白棋就跟着硬就行。这地方有一个后手眼，其实也可以算成先手眼，因为白棋顶在这儿做这只眼，这时候这也会有一个眼位。如果黑的要灭的话，等于说是一只先手眼。黑的灭眼千万不要去冲这一下，黑的顶在这儿啊，这是没眼，冲一个是俗手。这样顶完可以点进来。但是这个棋还是看不出来杀的，主要黑的不够厚。对，这地方借用也有，这地方都有点薄，而且黑棋杀的时候也要小心，就如果说白棋全进来的话，他一无所获。那空肯定是，但是他如果说要为了围空，那就放弃，对，就刚才说的，你围的过程当中好像自然就联络了。对，所以黑棋现在有点纠结，围空对方就活，来杀就自己这空就被破光了，对，就是有点麻了，有点麻。是啊，黑棋金宇澄还是选择了杀，是吧？这个跳过来，不要空了。
他是想杀吗？他觉得就是这么收可能会有点变数，这么收可能，因为这么下可能就是不太够的样子。说你走这个，我尝一个是走什么？尝一个就很麻，这个棋。你如果走，就这边还是总有个断点。对啊，得硬啊！你不硬，这真的行？我得硬啊！我不硬被。不硬被冲过来了就。那你硬的话不是可以搬吗？关键是我硬在哪儿？你硬哪儿我也可以搬。就是你，如果团，你硬哪儿我都可以搬，不影响我。团的话解节气。对。你搬我还断不进去了。对，那所以他也没法围啊，他怎么围啊？确实确实。他得虎，感觉都虎不过来。那这个真的是想杀吗？我感觉这棋很难杀，这白的完全不怕。白棋长。白的想活，其实这也就活。嗯。但是白的不满意这样可能也是白棋优势啊。如果这棋黑棋就算唬住这棋，应该黑的也没什么好的。嗯。但白棋显然，白棋觉得没必要。能尝肯定是极所呀，没必要。这怎么节约点体力吧，尝进去。完全不怕杀。嗯。早点下班，尝进去。尝进去的话，是不是这个空已经？控的话，黑棋就这个差距又变大了。对，这个头挺进去，想杀黑棋不好收。黑棋这棋法，我感觉收控对黑棋反而是不好收的一方，嗯、因为你要收目数，肯定是打了度过最好，但下不了这个决心。嗯，打了度过，把外面厚薄就彻底的放弃了杀的可能。黑的跳这个。啊，现在白棋尝一个试应手啊，再试一下。这一尝，嗯，问问你怎么补？不又团着补，仅能够收一气、嗯、是吧？嗯，能够但是团着补呢，就属于白棋尝一下没有成本。对，它目数也一点不亏，而且目数是便宜的。咱先不看上面这个跟尝这个跟跳都有关系。嗯，跳的话呢，你现在这个棋收不住了。正常我们要冲嘛，嗯，冲完了加应该是正常，如果没有这个长啊，嗯，我们正常应该是下成这样的，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说实话也已经拱的有点舒服了，冲这个还是先手，就冲了摘还先手，你还得补断。对，但现在好像但有的这地方尝过一个之后，就是加都。加不住了，就这个不成立了，这个不成立，你这个棋就只能走这个，要我就还有跳，对，要么你就走这个，就感觉又变小了，所以长一个，它只要白棋将来跳到这个就便宜了，长目数还是便宜的，是，而且对上面的气也有便宜，就各方面的便宜，所以这个长好棋，嗯，这个刚才说团已经被便宜了，嗯、所以实战。我看实战它就是粘住了吧，对，粘在这儿呢，好歹有一种让白棋损的可能，嗯，对不对，这上面啊，比如说将来没什么问题，以后黑的咔往这一挡抢到了，嗯，那这个长还是损了两目棋的，嗯，当然这个，但是这个味道一下白棋哪怕走都能发挥出这个作用，是因为这个气白棋都有借用，黑棋将来这边一旦分段就要小心这个断点，嗯，对，这个，然后接下来白棋这步棋比较狠呐、啊，直接又来收了官司吧，啊、这个又走掉了，捞再捞一票。一是再捞一票，其实这步棋也是在间接帮助这块棋。嗯，因为有了这种棋之后，你这的先手没了，哦、所以它看成一种交换，它逼你做决定。哦、嘿，你不是要保留吗？你就是啊，杀着看着，以后杀不掉了，你还能这么收官？对，我现在就逼你，你要杀我，你就走啊。嗯，你不走，我不是回来了吗？因为从目数上来说，团一个便宜，便宜对啊，目数好。你黑棋如果从纯粹收官，他肯定是打了爬过。对，但是现在黑棋想保留。就是、对他，我不让你保留，不让你保留了，我逼你做决定，帮你选。对，你要杀我，你必须得不是胡，反正也差不多，大概就这一带。当然，白棋呢肯定把这个自己的死活也算清楚了，所以才敢于这种有恃无恐吧。这个。虽然我没有完全看清他的活法是什么啊，但是这个棋从感官上来说想吃真的太难。因为现在黑棋好像还不得不打路是吧，因为他这个是先手。
白棋长先手，你不补应该就直接出头了，对，我就跑了呀，直接飞就行了。所以黑的想杀呢是必须补的，必须要补。嗯，那补呢，比方说这地方点是走什么的？点就很难呐、啊，因为这几基本上先手啊，这两手都两点。你要杀我，那你肯定是要粘的吧？嗯，你这个不粘，我不已经活了吗？如果说粘住，那这个挡住是怎么下的？敢断吗？不断也没法杀呀。断的话你又来了，等我一靠一靠，靠一个又是什么、嗯、我这地方搬过来这还有断，对，怎么完全没法杀，主要是白的挡过来之后，那这个地方我拐这个你怎么办，这要搬，嗯，你这地方啊，比方说我就闯、嗯、哎我不是闯，我就走这个，如果你连中间，那这不是通关黑的自己没活。白棋的手段太多了，就说黑棋这个棋想吃白棋的困难在于自身的借用给白棋太多了，是不够厚，嗯，想杀白棋是非常困难，对，本身杀棋就很难，而且这个需要很多先决条件，现在看起来黑棋条件还完全不够充分，还是补了一个，对，还是补一个，那就是顶好帮黑棋做了个决定，嗯，那这两个交换之后史蒂的平衡似乎又拉开了，对，这盘棋确实丁浩还是发挥的非常的完美啊，表现，嗯，感觉也是他擅长的一个局面，嗯，可能多少经验上还是占点优势啊、嗯、特别是又是比较熟悉的队友，哎哎，那这个还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对对对对对，看着你一步步走出来的啊、嗯、对，因为一开始这个他们这个队主心骨就是丁浩嘛、嗯、铁主将，嗯啊，然后小金一开始成绩没那么时候好的时候也是轮换着上场嘛，对，现在当然是铁主力了、嗯、成绩太好了，嗯，所以丁浩也是看着他一步一步，对他非常熟悉，他擅长的方面 是然后好像找到了一种克制的方法，嗯嗯，确实这个金宇澄这盘棋好像被压制的、嗯，被这个大哥完全压制住了啊、嗯、没脾气，嗯，可能是嗨已经很好，成长的代价是未来可期，对吧，但这个棋还没结束，只能说到目前为止白棋下得很顺，对、嗯、现在还轮到白棋先动手啊、嗯、对，刚才这个中府我们看起来想做活并不难， 嗯， 嗯，那么我们也是到了休息时间了，我们稍作休息、嗯、好吧、嗯、好，一会儿回来，嗯，好的，我们继续进行啊。现在说到中府白棋这块、嗯、想要强杀感觉是很难的，而且现在还轮到白棋走，对、啊、就看白棋怎么做活，对、啊、黑的是刚虎了一个，对，刚才白棋等于是对先手交换了，对，先手交换了、嗯、啊，逼迫黑棋补回去，对、嗯、那么白棋肯定是我觉得是有计划的、嗯、是吧，他既然敢补这个肯定是有计划，嗯，是黑的主要自身确实有点薄，嗯，刚才这个实战当中就是，对，其实就我们刚才摆过的一个下法，点完了几这个、嗯、这个是比较容易想的吧，对，这一点就是明显就是这边有挤，你要冲这边我就挤这边、嗯、是吧，啊啊，贴这个直接冲过来就行啊，直接冲过来也可以、嗯、这肯定是黑的太薄了、嗯、因为我们刚才说这地方的联络还有问题，对，这一挤黑棋真不能再杀，这个主要本身也就三步棋，对，这个就是杀嘛，对，好像真不能杀，步数就两三步，嗯，就是你准备要吃棋了你再粘，否则从官子角度来说还现在目前太小了，嗯，这真没法杀了，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真的杀不掉、嗯、这个他就贴挡回来就行了吧，其实下法特别多，其实这种地方靠一个肯定是绝仙嘛，是这样一搬就活了、嗯、靠完一挡只要保证黑的不能断、嗯、这实在是没法杀、嗯、手段太多了、嗯、还有包括这边冲的，对，冲的先手、嗯、这地方还有个断点，对、嗯、没法杀了，所以黑棋现在确实也不能再粘了，不能再粘那就是回去收官，嗯，回去收官，粘了一个，粘一个，看看白棋态度，嗯，这地方是不是有点薄啊，其实白棋就跟着硬也没事吧，
白棋不，白棋不是硬的问题，白棋又捞了一票大的，挤了一个，挤过是吧？就特别大，就感觉多长了一块空。对，意思就是我已经全部连回去了。对，但这边确实白棋看上去还是有点薄啊。嗯，其实没事。有没有问题？打了虎我就搬了，就全都能撑住是吧？啊、对，问题不大。这边打，打是不怕的。再搬，我就二路搬。刮我两目棋无所谓。啊、哦，哎，就是，哎，搬不下来了，搬下来可能就。你就吃了，就是我如果黑棋要搬这个，对，搬下来我如果吃这个，你粘完有一挤，对、嗯，我就看有这一挤，但是你可以吃这个是吧？而且你吃这个就给你好了，脚上那个子不要了，走这个我就粘住，嗯，只能吃这个，嗯，那脚上那个子就不要了，算，因为你这边也有点损，对吧？嗯、这就算白的也算，嗯，这个外面也损了一些。全都撑住，对，这主要挤过这地方的木数都长出来的、嗯、刚本来点木这不能点的嘛，黑的立下去都没有的。对，这白棋优势的情况下也是不手软啊、嗯、白棋捞了好多票了已经。对，这个其实他也捞了一票，嗯，又捞了一票，还是杀不掉我，那这空怎么办？感觉这时空没法收啊。就感觉丁浩确实状态还是很好啊，当然他算的也轻，然后他极其自信。我说丁浩是就是不手软，优势时候不手软，非常对自己非常自信的棋手。嗯，对，以前采访丁浩当中呢，他也就是表示，他说他下棋，特别有信念感。他说他老相信自己肯定能赢。哦，对，好像说他那个他定段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他早晚是世界冠军。哦，他是强大的从小的自信。嗯嗯，定段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世界冠军。哦，我一定能。对，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最后要成为最优秀的那一批棋手、嗯，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信念感。对啊、嗯，确实，你自己如果老是怀疑自己，这个棋就撑不住，这是一种撑不住气质，有气质、嗯、是必须有冠军的气质。嗯，打直粘住，哎，他粘这个，粘这个啊，这个没事的。嗯嗯，因为这个棋形就黑的、嗯、可能占点官子便宜。嗯。脚上呢也有点手段，嗯，对，啊，斜，然后端这个，嗯，棋就粘上，嗯，这个劫白的就全部退让，嗯，嗯，应该说这个木也是点清了，黑的就是有这个手筋。哦，这么收、嗯、这么收官子会便宜一些。对，因为白棋可能你要赶弯就打这个棋是吧？那没必要。嗯，不说白的行不行，就完全没必要，棋局产生了巨大的变数。是，因为白棋这里已经捞了，嗯，是吧？这边捞一票，这边已经捞一票。黑的走中间应该是劫，你总不能我现在连走两个你还说我杀不掉你吧、嗯，就我们可以看一下黑棋从这个进攻开始啊，没什么收获呀。收获是什么呢？收获收获这里冲了粘，冲是当时其实就有的嘛，就点的时候他就点的时候走这个你就冲了嘛、嗯、是个转换嘛、嗯、其实黑的现在脚上占点便宜，白的还把这个给走了一手棋、嗯、白的还把这个围住了，因为你冲过来之后这个打了挡也取消了，嗯，这个木数也是便宜的，对，中间基本上也没围着什么，就是本来冲过来中间有些潜力，但是白棋已经活在你空里了，基本上黑棋要再围不了多大，白棋这个支孤的方向也很舒服，对对，嗯，这边这个挡也巨大、嗯、但是现在还没走，就是可能从整体上来看白棋的调子就非常好，嗯，我棋手有时候下棋他这个下起来就很顺手很舒服、嗯、我们白棋这盘棋可能就是这种感觉，是我们前面也说了，说其实能够就一路走到现在这个阶段的、嗯、前面都是连胜嘛，对，其实大家状态都很好，状态都好，但显然丁浩好像状态更好、嗯、那赢了申真旭可能更带劲儿，对对对对，这个气势就一下子出来了啊、嗯、对，嗯，基本上能赢申真旭之后那好像我无敌了呀，确实是，对，嗯，信心爆棚，其实小申前面赢的几盘、嗯、
也都是也挺磕磕绊绊，对，也挺悬的。他这次比赛可能大家看来状态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嗯嗯，其实还有包括他就是再上一轮跟柯洁啊，那盘棋对那个都很可惜了，最后赢了半步嘛，那柯洁都已经很可惜了。对对、嗯，所以这个他那个半步应该是也是有信心的，逆转胜的嘛、嗯，本来已经感觉快不行了。对丁浩，当然丁浩我感觉他不管跟谁下他自我的信心永远是在的。嗯。就吃，这肯定是木数应该是点的比较轻的下法。只能收官。收成这样之后虽然比刚才厚了一些，还是不存在继续杀的那种想法。嗯。是这个针还是有点太过分了啊、嗯、不成立。没法杀，这真不知道怎么杀。因为现在这几分基本上是一只铁眼嘛、嗯、白的先手一只眼挡住了你不能断，这眼也随便做。嗯。所以就。对，把这个最大的关子先挡住。这个当然很大了，这边跳主要是刚才这查了一下，我们说这跳跟拦都拦不住。更大了应该说。嗯。根本都拦不住，那这个你收很大。那这个收完其实。这个收完好像目数就比较清晰。嗯，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一下了？是目数比较清晰的。现在是不是就这地方没定型？其实这个打拔也很大，可能打拔跟飞一个交换，嗯，可能差不多。冲了挡一下，二十。现在帮我们点一下目啊，丁老师。看看现在我们一直说实地上是白棋要好的，我们看看这个黑的具体的目数差距、嗯、黑的是60出头62左右吧。啊，黑棋62左右，那盘面差不多。嗯，白的有60多。嗯，就我刚才算打八，你往中间什么飞一个围一个转、嗯、交换啊，因为现在该白棋收嘛。嗯，应该盘面差不多吧，那盘面差不多很难说盘面黑棋好就说盘面差不多，现在又轮白棋下、嗯、我不知道这个优势其实是不小的，大概就是一个天目的差距。嗯嗯，差不多。那这次是采用的韩国规则，黑棋贴六目半。嗯嗯，但现在白棋天手在握、还是现在好像不是六目半七目半的问题，对，就是盘面谁好的问题。对，看看白棋，这也没什么特别难的关子，对吧？就是贴一贴，粘一粘，粘一下，收的很舒服了。嗯，这块棋只要保证没有什么危险，好像就没什么变数。嗯，啊，最大的关子嘛，就这个，我刚才说就把这打拔了。接下来如果不继续杀，大概就是中间飞一飞，白的一做活就。你看这盘棋啊，白棋就是一直对自己这块孤棋非常自信、嗯、他没有说就是哪里说稍微停一下把它自补一手，没是吧、自补就是这个挡，对，这个贴、这个、就是你大飞的时候贴了一个，相对来说稍微，那因为他当时觉得这个你打过也还好，也还好啊、也还好，嗯，就是但是我如果不补你还可以选择虎这个先手，对对，所以他这个补是有道理的、嗯、除此之外好像一直都是白的全撑住，撑住，全部撑住，能捞都捞掉。然后黑棋也拿白棋没什么办法，对对吧？对，黑棋确实没什么办法，没有感觉，没有这个没有软过啊，一直都下了最强的下法。嗯，这个吃住，这个坚住，这个挤过是吧？现在把这个最大的关子也占掉。对，白棋基本上帮的还是挺紧的。嗯，对，我跟他说了，白棋目数也是将近一个盘面胜负的一个状态啊。嗯、对。下的就很清楚，感觉丁浩确实、状态确实好。然后
沾上。但是白的就是无所谓，就是全硬，对吧？嗯、黑的这步棋讲道理肯定不是最大的，嗯，它可能是一种尝试了。如果正常下不够嘛，对，就是看看，是不是还得看看你会不会犯错，对吧？或者是找一个台阶吧，我觉得、嗯、啊，是吧？然后黑白棋现在靠在这儿，对啊，就这个地方还有利用气的关系，我们刚才说断点靠的作用就是，如果我爬、你不能断了，对，但靠是个先手呀，就有冲嘛，或者挖也行。嗯，如果黑棋补，这挡回来，断就打了夹子，对，你就断不进去。啊，这个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嗯，这个有一个夹吃，对，这个、嗯、很简单啊。那这个如果不能断的话，他就已经连回家了。没连回家，我也可以做眼啊。比如说你跳家，我就冲。嗯、挡住，打吃。嗯。粘上，我就跳。我就跳。嗯。你这个得连，得连吧啊！连之前先点我是吧？超级顽强的下法，硬杀，有没有可能？这么猛啊！那这个如果看不清的话，白的就虎这个好了，或者直接挑啊，这完全不知道怎么杀。这地方一只铁眼应该是没问题的，嗯、因为这是一只先手眼嘛。对，这有一只眼。我顶这个，你要杀我，怎么不然我这已经黄了。嗯。我甚至于我这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两只眼？不是我这个做这个你是怎么杀的？我是两只眼吧？当然这个下法白的可能未必肯啊。白的这个搬完一挖，是不是可以有骨肉计？嗯，就是保证咔这两个先手，然后再做这个。嗯，哎，不是这个，哎，是个假眼啊，倒没有完全火啊。这顶这个也是先手，那不眼随便做吗？嗯，眼还是。嗯，我感觉都不用下这么损的作业方式，嗯，因为就简单一只眼够了。跳这个这只眼感觉上也不是很好面。点这个。嗯。我丁浩也很自信对自己的算路啊、嗯、中府这一带。啊，他就是打的啊，打完虎这个。这怎么杀？这确实不好。这是就实战的下法。嗯，虎到这儿，这边要冲，黑棋要不要断呢？要想吃，只能分段，还是粘上？就是你如果面眼，就随便冲嘛，就冲断就啊，对呀、啊，就棋精就吃了，只能补啊，他只能来断，然后看这怎么做活。就这长不就已经长是什么？不是我为什么长？你是要挤这个吃是吧？他不用去做活呀，他冲断黑棋啊。啊，对，我们刚才说这一段还有一个拐。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冲断，你得连吧。嗯，我这地方再点你一个。嗯，因为我拐你虎这个，这冲断是后手，黑的好像有一个做活。嗯，那咱白棋可以长这个。他那个你挡这个我再拐，那我挡这个，你挡这个我一点，这个棋形是不是破绽百出？嗯，这黑棋太难受了，没法弄了，这个真没法弄。黑棋补不胜补啊！那对，这一点全是断点，对吧？粘不上了，粘就有个几段嘛。对，嗯，哦，他丁浩也是算得很清楚啊，他完全觉得主要黑的太薄了，是吧？嗯，很放心。不过他本来。你说他之前不打这个，他就自己花手去补，其实也对最安全，对吧？肯定够，肯定是最安全。对，他补他要还是要把这个大官子收掉，就是照旗下，对，就是自信照旗下。他觉得我已经算清楚了，对，没问题，对吧？我如果看错了，那我认。对，那我没下好，我的问题。对，对，但我没看出这个问题之前，那我要照旗下。那是这样的，我们下棋就是应该这样。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担心万一我弄算哪个棋了，是吧？我万一怎么样？那我这么下是不是更稳一些？啊，是吧？对，有时候会有，但可能就是高手的气质。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跟性格有关系。嗯，如果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稳一步，嗯，
就最后也稳赢，这个胜率更高，特别多嘛，对，胜率更高，对，他就这么选了，有时候也可以，就特别求稳。说句实话，这个在他看来算稳的，就可能我们在替他担心，在他心里他就从来没有担心过，对，对他来说这都很清楚，对，是吧？人家觉得这就是稳的，这哪里不稳？就没问题。我听他们说，就说棋手啊，他的风格有的时候也会变，什么时候会变呢？就是如果他，就是有几盘特别严。特别重大的棋，比如翻车了，或者被人家逆转了，就是他以前的方式啊，就是发现这个结果不是那么理想，他有的时候会改变自己的风格，会有，他们说像包括像朴廷桓什么的，吸取教训，朴廷桓就风格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之前有几盘输得太痛了，也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就都会有所不同，是有不同的感悟嘛，啊，对，现在看看这盘棋，它是粘。这个是没有，我们刚才说了，刚才黑棋首先自己做活可能也能做活，但是他直接来冲击你，好像他现在是冲了一下，自己那里边演好像黑的非要灭的话，他就是一不一定做得出来，现在一长反正外面已经漏了，对，这一长这边有一点嘛，对，这个太严厉了，断完了一点，对，这个已经连不上了，这断点，黑棋现在立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了，白棋马上点立应该是一个球头场吧，但白棋往这一点，黑的应该就没办法了，所以他就也很清楚，这棋收下去的话也不太行。对，贴木肯定是贴不出的。这步棋就是本局的最后一招，是吧？这最后一手点到这里，这个棋局就结束了，因为我们看到这边要吃，这边要断，这边这三个子还没完全连回来，所以。这个黑棋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对，他这个是最后的一个陷阱嘛，看看你识不识破，如果白棋走，黑的有可能在这紧一口气，然后黑的就可以挡这个，你冲的话我粘这个，这个好像冲过来，对吧，他这个紧了你一口气之后把这个断防住了，对，好像白的就有可能出事儿他这个想让白棋犯这种错误可能性太小了，对，想紧白棋一口气，这个时候最后一个小陷阱最后一个小陷阱，丁浩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是，这盘棋丁浩确实下得好，算是完胜吧，对，基本上黑棋没有明显的这个胜率反超的时刻，对，反超可能太难了，我甚至于我感受不到丁浩有一步掉点的棋是哪一步，这么夸张啊，掉过点吗？好像没有，我看看啊，就是除非那种掉一两次点那种，就这盘棋目前为止，就是说黑棋、白棋啊，掉点最多的，你猜是哪步？哪步？尝一个，大吃，大吃。那这种其实不算掉点的，对，这个无所谓。对，就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大场，但是就是。就可想而知他这盘棋的发挥了，对，就基本上没有失误，我感受不到哪手棋基本上没有失误，就是我是感受不到哪手棋，这个都算失误的话，那这个那这太苛刻了，对，这个也没必要对，不，这个也有可能他知道哪波，那我喜欢这个局面呀，这就跟跳水啊，已经没有水花了，对，非说有那么极低，对，水珠 我掉个零点几个点或者是什么，这个是不能算的，这个是我看他掉了几个点，对，也不到十个点，不到十个点嘛，就哪有会掉那么多吗？不到十个点，咋吃不可能掉十个点吧？我走个大长怎么了？他说还是应该吃这个啊，还是应该决议给的说那个还是吃这个的啊。当时就是全局，这个我觉得都不算。当时这是这盘棋，就是丁浩可能总的来说是个在决议严苛的判断下是一个。一个失误了，但是就可想而知这个失误已经太小了，对，这个失误不看决议的胜率我们根本发现不了，对，
那这盘棋丁浩就发挥的太完美，很完美。也是给小金好好的这个算上一课，这个大哥还是大哥，对，还得加油。不过已经突破了嘛，对，已经四强了，第一这个进入到四强，未来确实可期啊。是，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丁老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看看。稍微看一看前面哈，稍微看看前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回顾的地方。好，那就从布局看一下。嗯，思考一下，我俩是为什么会掉？为什么会掉、啊？这是脚大是吧？脚一个比较大，可以稍微再摆一下。行，稍微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四强当中，另外一场呢是党一飞对联校，对，是吧？明天进行。明天下。党一飞和联校，我感觉无论谁赢，好像都是一种突破啊，都是有故事啊。联校是这比赛最好的成绩，就是四强。对，明天赢了就是首进决赛。对，那联校也是杭州队的，另外一个杭州队的。对，他们说这是这个叫什么？两个杭州队的，三个杭州队的，对，三个杭州队的。但是从他们的这个籍贯来说。从籍贯来说是丁浩是山西的，是南方和北方，南方和北方是不是啊？金宇澄籍贯是哪的？不是特别了解。金宇澄是辽宁的啊，武顺好像是联校，联校也是东北，丹东，党一飞也是山西的，山西的哦，那就是两。哦，是这样的，哦，两位山西对两位东北啊，哦，是这样选的。东北，山西也很强大，现在啊，是。哦，我昨天好像还看一个说法，说这个丁浩在冬天他就厉害啊，这是什么总结出来的？说看看往年的成绩，夏天一般，冬天他特别强。冬天特别强，说那个冬日战神，哦，有这一说法是吧？对，说他这个他现在，他拿第一个 LG 的时候确实是冬天，一二月份。对，说他现在三星杯，上年三星杯是不是也是这个冬天？那去年今年应该时间差不多吧？冬日战神啊，从这个角度又到了他的时间段了。我们就把前面稍微看看他这个掉点的地方吧。为什么这个我这个？可能就是，那这个决议是不是觉得太苛刻了？播的时候还是要搬呢？那既然吃脚大，那黑的是不是也应该马上活呀？这个确实太逗了，这个是，对，冬天他就拿世界冠军了。那我看了两个 AI， 都是说就是全白棋全盘掉点最多的是，就是那一打。我们现在已经是白棋下的好到我们看看已经就是要从鸡蛋里面挑骨头了，现在是这个我觉得没什么，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嘛。啊，就这个挡是掉点的吗？挡没掉，好像挡一个没掉吗？我看看啊，挡是一选，对啊，这个没掉，不是这个图是这样的。我看这一选的图挡一个黑的是虎在这火，然后这个时候决议给的一选就是打的力，就是你不虎我应该来吃，但这步棋确实是大的，只不过他的意思是黑棋没走对，黑的应该虎这个，就首先黑棋先掉点了，黑棋活是虎在这火，不是搬粘火的，是虎在这火的，就黑棋实战他是走这儿的吗？就是他推荐你是直接来做虎啊。这有什么区别？就白的薄一点，就是如果你还是立的话，我还是搬粘。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下没打到，就是它是一种感觉。首先你这个挤你现在挤不到了，挤我有可能点完加你。你挤不到之后你就薄啊。哦，也有道理。实战是下成了这样，也有道理。这样白棋就厚了。对，当然你虎白棋也要变呀，白的就不可能立了嘛。但是他觉得不利的话，反正这地方白棋会薄一点啊，这样的话有冲断，跟实战的区别在于白棋拐打到这下变得比较厚。
然后呢这个角还是比较大，所以黑的应该马上要活、嗯、活是虎在这活的啊，这个是决议给咱们给的图。就说这个拆边其实也是小有问题吧，因为角被白棋吃了，白的还比较舒服。这怎么掉点了？这个也没看出来啊。嗯，确实，这有两个 AI 都是推荐现在要搬。白棋，嗯，这就掉点了。因为我看这个，他不是打完之后白的胜率也是58吗？嗯。说实话，如果没有 AI 来给这个答案，嗯、就是如果我们纯人类视角来看这盘棋、嗯，真的是不是感觉找不到白棋的？找不到白棋的失误。嗯。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打吃这个，就是还是搬这个大啊。啊，这 AI 这倒确实是。这个当然也大了。嗯、那我们刚才讲的时候也说，这地方吃一个，那眼见的目数就很大了。对。嗯。也想吃是吧？反正这个也大，就是判断的问题。嗯嗯，可能这地方没有完全判断清吧。嗯，其实丁浩看来，他这个其实他就是想着这是一种转换，你活角，我拆这个、嗯、啊。但是这个双方对局者可能都没有，是不是没有想这其实这么活比较好？嗯、对，对他这个可能基于你如果活在这儿的话，对，好像有道理，比实战要好。是，目数其实差不多，但这样的话呢？白棋会薄一些，嗯，你立我就搬粘，你如果立这个这地方，黑棋就冲一下，虎一下便宜吗？如果虎一下便宜吗？不一定便宜，哎，也行。你不虎我是不是能挤进去啊？我就虎吧，虎安打。对啊，这个就是这个段好像，那这样比实战确实好。嗯，白多造个断点嘛，嗯，这样会白棋稍微薄一点，确实，实战搬粘活被白棋搬完一打，这个点肯定是不能点的啊，这大家应该，看见黑的有一打吃，啊，这个是点不进来的，嗯，打不粘这个劫也完全没法打，那没必要，这个白的呀，这上面还有断的劫材。嗯，所以这肯定就搬了打吃掉算了。嗯，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嗯，但是好像这个搬和虎倒是胜率也差不多，对，区别不大，没有这个上面打和这个搬的那么大的区别。嗯，没有，因为我看虎一个虎角黑的不是44吗？现在下完了变成36了，对吧？嗯，五个点。嗯，然后现在就是贴这 个贴这个特别大。嗯，这个扳和虎差了五个点。嗯，哦，我在想这不跳掉不掉点啊？这盘棋可能已经主要是要主要研讨的是黑棋的下法，嗯、白棋好像这个失误的太少了。AI 的图是点完压这、这个不见得能想出来、我们当时一直在想这两个哪个大？对，是吧？丁浩这个发挥也是、其实。还好，就感觉还好是中国队。这要是、是吧？这要是小，就感觉小胜的感觉了。对，找不到什么大的失误。嗯，昨天其实也下得很好。嗯，这次比赛整体就是，嗯，发挥的都特别好。是，请。嗯，好。实战反正就是对战斗。这就是都在白棋控制是，所以我们刚才分析过来，好像白棋就是唯一的一个稍有问题的，其实可以就是可以更精益求精，但是这个就要求太严苛了，嗯，他就可能唯一的一个疑问手。此外呢，黑这个白棋就是一盘完胜的棋局，嗯，那么今天呢也是祝贺丁浩率先进军了决赛，嗯，明天也是我们中国内战党一飞对连笑，嗯，看看他们俩谁能获胜，嗯，对他们也是一个。突破是吧？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丁亮老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再见。